行一报头条关注，演员会发布全新江湖排行榜。那么本期榜单会有怎样的变动呢？本期最强王怡峰。上周武林八大门派联合围剿恶人谷，恶人谷主王怡峰仅凭一人一敌退敌无数。皇上爹子，还有话好说。一曲肝肠断，三天吃不下饭，此一战江湖中人无不畏惧地称他为短笛大魔王。谢谢魔王一峰。凭借此战，王一峰成功入围大侠排行榜天字前十，他所持武器毛奴比库奴上升至神兵榜第八位。是雪峰兵王笛，为什么突然换东瀛话？本期最惨竟胜拓跋思南。时隔九年，拓跋思南在南屏山再度约战方遣，争夺大侠榜天字前三甲的宝座。两人大战299回合，最终剑圣以半招的优势战胜了方遣。但由于剑圣平生只痴迷于剑术，情商极低，以至于终生没有异性缘。相较之下，对不起夫人，我输了。没事的，相公，输赢都没有关系的。而且他只有剑，你还有我呀。夫人。相公。夫人。相公。俗话说，成功的大侠背后一定要有一个优秀的情缘。大侠榜的评判标准也遵循了这一传统，所以非常遗憾，这次剑圣再次无缘大侠榜天字前三甲。经本报介绍，剑圣即时赶去长安城内的相亲角寻找情缘，但截止到发稿时，依旧只身一人，无人问津，不愧是剑圣。最后，我们隆重介绍压轴重磅，本次大侠榜天字榜榜首，扫清六合、席卷八荒的侠中之侠沈剑心。那不拘一格的白发，那不失礼貌的酒窝，这个江湖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。沈剑心，别再看这些江湖小报了，快过来叫爸。酷白发，小酒窝，主角标配的帅小伙，出身牛犊不怕虎，我是初入江湖进田谷，扶唐老太太过马路，还帮邱家小姐捶领子，哪怕是荆棘铺满路，咱绝不认输。我仙我纯阳瓦，梦传湖跑水上漂，聂云扶摇舞剑挥刀，朝着梦想死劲儿撩。武林路滑，全靠良心，天下复杂就靠嘴平，江湖路远不包邮，侠肝义胆沈剑心。我叫沈剑心，是稻香村的一名保安。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闻名天下的大侠客。今年是我在稻香村打拼的第八年，但像往年一样，我既没有惩恶扬善，也没有英雄救美。眼看大侠梦离我越来越远，我有些紧张。哎，你这儿能接任务吗？请问后山怎么走啊？你知道怎么成为大侠吗？这是问新手村保安的问题吗？这个问题完全超纲了好吗？啊哈哈，少侠问的是大侠墓是吧？前方200米右转。不，我是问怎么成为大侠。你会看到一棵大榕树，然后在路口。回答我的问题啊！你是不是从来没当过大侠？你是不是不知道怎么成为大侠？欢迎再来稻香村。哎，欣欣呐，哎，你过来。这个人叫王大师，是稻香村的职业规划师。他的爱好是乱用成语和指导新人误入歧途。好，少侠的枪法真是脍炙人口。咱村口理发店缺个学徒，我瞅你大器晚成，这个位置你确实不公啊。可是走你，朝着梦想使劲撩。
欣欣呐，你好像有心事儿啊。师父，我不想再当一个保安了，我想成为大侠。哎，记住啊，妖马合一。好，你有在听我说吗？这样假装关心我真的好吗？欣欣，你可知为何时光荏苒，转眼八载过去了，你死里又是个 security 呢？这是什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语法呀？师父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等等，师父说的对，一定是八年来我每天沉迷在不切实际的大侠梦当中，没有用知识提升自己，也没有努力练功武装自己，无数次成为大侠的机会就因为我没有准备好而错过了。不，我是说呀，你少了一个当大侠不可多得的要素啊，就是情缘。情缘？你瞅江湖上那些大侠，哪个不是成双成对？李富有秋叶青，王一峰有文小月，墨鱼有穆玄影， CP 你懂不？一个单身狗凭啥成为大侠呀？不愧是师父，一眼就指出了我大侠路上的最大障碍。那么我只要找到一个温柔贤惠身材好的女朋友，我就能妥妥的成为大侠了。师父，我一定会找到情缘的。其实要成为大侠呀，靠的是天长地久的勤修苦练，更重要是有名师指导。我觉着你很有天分，但村口的饭馆缺个前台，咋样？有兴趣不？找啊找啊找情缘，找到一个好情缘，摸摸手啊亲亲脸，你是我的。我赶着去找我的情缘，你多保重。走路都能摔倒，真是笨呐。只要找到一个温柔贤惠身材好的女朋友。姑娘，姑娘家住何处啊？在下送你回家吧，就送到门口，最多进屋喝杯茶，绝不逗留。只是一次小失误，我可以的，再来。哈喽 ，My name is 王秀才，是稻香村最会泡妞的人，找他帮忙一定没错。什么泡妞？我们读书人的话叫做撩妹。好的，王秀才，那么到底如何才能撩妹呢？对我来说，只需要1%的才华，加上99%的套路。啊！一生至少该有一次，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。不求你爱我，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到。喂，这时的年代感有点不对吧？啊，真的有效果。好，我明白了。道长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，新鲜的货品。大庭广众下说这种话，还真是有点难为情呢。一生至少该有一次，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。不求你爱我，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。感动的眼神都失焦了吗？这套路果然有用。相公，你回来了。原来找女朋友比成为大侠还难，师父你果然没有骗我。有谁能帮孩子们把上面的布娃娃拿下来吗？你好，能帮帮忙吗？上面的娃娃。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。有谁能帮我？
我的心跳得好快呀。是吗？不信啊，那你听听看。不用，我知道基本的生理常识，心跳和脉搏的频率是一样的，你脉象偏沉，阴虚无力，肾可能有点问题。来，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舌苔。太难了，我真的只能当个保安了吧。哎，小萌别走啊。你好，我想应聘保安。啊，小伙子，你为啥想当保安呢？我想成为保安，保卫稻香村的一方平安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。啊，他说的对啊，我总是好高骛远，每天做着大侠梦，其实哪怕是平凡的岗位，只要努力做到极致，每个人都会是大侠。我终于懂了。师父，我快看，那不是李公子吗？那个母亲是昆仑女侠，父亲是洛阳首富的李公子啊。就是他，年纪轻轻就想着保护黎民百姓，真称得上是一代大侠呀。而且他还长得那么帅。在这种小山村都能被认出来。走开啊，不要叫我大侠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别乱摸，走开，走开啊。纯阳宫秋季新招，天伦不限。大侠，纯阳宫了解一下。哎，这位侠士，我看你身法灵动，仿佛仙人之姿啊。侠士，找个关门弟子都这么难吗？还有求着人应聘。没办法，各门派抢人太激烈了。拿起这杆长枪，你就是东都之狼，想不想保卫我大唐河山？想。大声点儿，加！实在抱歉，我们七秀坊不收男弟子的。你没事儿，我就是想打个招呼。美女吃了吗？大侠，纯阳宫关门弟子有没有兴趣啊？大侠，你是在叫我？对呀，就是你。纯阳宫竟然想收我为关门弟子，难道他们看到了我成为大侠的潜质？啊，关门弟子，在下资历尚浅，不知道能不能胜任呢？没事没事，是个人都能干的。带走。听好了，现在我教你一条非常重要的口诀。不是吧，第一天就要传我心法绝学了吗？跟着我学。一气化三清，一气化三清。上香里边请，上香里边请。小份三十文，小份三十。怎么了？哎，等会儿啊，我们之间是不是存在着某种误会啊？误会？什么误会啊？我觉得关门弟子应该学的不是这些吧。啊，这些基本知识已经不能满足你了吗？很好，那现在我就来教你关门弟子最硬核的技能。啊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首先把门轻轻关上，这个是锁，把它套在这里，然后拿着钥匙轻轻。硬核个屁呀，这不就是个保安吗？通俗来讲的话，关门弟子就是保安。日传的秘籍回到了谁手上？高人的指点伴我出刀枪，墙外墙外车马上西壤，世界天下就与此开场。牵着小马驹边走也边瞧，冲大侠做我即是英豪，大胆小帽子看你往哪儿跑，一路飘摇一声长啸，看我功夫高超，嘿，谁惹我我就要哈，修得玉
少侠不用刀，英雄长年少。我叫沈剑心，是一个纯阳道士。纯阳掌门李旺生，今日我同你拒一死战，